来给我算一道数学题，如果每天进步1%，那么一年之后是多少呢？一加1/365，那么一年之后就是37倍。那么如果每天退步1%，一年之后呢，就会无限趋近于零。这就是复利效应，就是微小习惯足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。你是不是也常常想养成一些好习惯，但是因为没有时间、没有心情等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半途而废呢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《掌控习惯》，那我看的呢是繁体中文版，翻译成《原子习惯》。那这本书在宣传的这个地方有一句话：看完第一章，习惯就会开始改变。我坦白，我是看到第四章，也就是法则一的时候，开始产生了改变，并且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，James Clear， 他是一个习惯大师，还成立了自己的习惯学院。我呢也有订阅他每周四发的321电子邮件周报，他会每周分享3个他自己的想法，2个名人名言，或者是观点，或者是案例，1个思考题。那这本书呢，提供了4个法则，帮助我们养成习惯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4个法则到底是怎么帮助我养成读书习惯的。在分享这4个法则之前呢，我想先分享2个基础的认知。第一个就是忘记目标，专注于体系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要重视过程，轻结果。那书里呢就有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无论是输家还是赢家，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赢。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呢，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失望啊，甚至想要放弃的情绪，甚至还会让我们忽视了我们在努力过程中获得的收获，或者是说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，然后就不再努力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继续进步。这2种情况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持续精进自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我的目标就不应该是要读完100本书，而是每天读书1小时。那第二个认知呢，就是身份的改变。作者说行为的改变有3层，第1层是结果改变，第2层是过程改变，第3层才是身份的改变。刚才呢，第1点已经强调过程要比结果重要，那么身份呢，就是比过程更重要。身份就是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举个例子，我说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那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打开过1本书，这件事情就跟我的身份不符。而每天读书才是一件跟我身份相符的事情，而我每一次读书呢，又同时会反馈给自己一个信息，你真的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这样呢，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闭环，越读书越爱读书，越爱读书越读书。你细品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从不读书变成爱读书呢？这就是这4个法则要发挥作用了。这4个法则呢，其实分别对应着这个反馈回路里面的4个环节：提示、渴望、反应、奖励。法则一，让提示显而易见。比如说呢，我要养成读书的习惯，那我就得让书随处可见呢。我在床头也放一本，茶几也放一本，书桌也放一本，办公室也放一本。这样呢，我的生活中就充满了要读书的提示。这就是环境设计。那这里面呢，作者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，也是我能成功养成读书这个习惯的关键，叫做习惯叠加。就是说呢，你要把你想要养成的习惯叠加到你目前已经有的习惯之上。那以我自己为例呢，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，这是通过我观察自己的习惯得出来的。所以我把我想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呢叠加到我喝咖啡这个习惯之上，我每次一喝咖啡的时候就读书。法则二，让习惯有吸引力。一件事情啊看起来越有意思，我们越想做。比如玩手机，我拿起了我的手机，看到了朋友圈里别人的新鲜事，觉得很有趣，大脑呢也接收到了这种刺激，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产生了快乐愉悦的感觉，我尝到了甜头。那下一次我再拿起手机，大脑已经把拿起手机这件事情跟愉快产生了关联，这个时候已经提前就分泌了多巴胺，导致呢我还没开始玩手机就已经觉得玩手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当然就是很有可能玩起来了呀。那么如何让我们想要养成的习惯也产生这样的吸引力呢？我们可以运用喜好捆绑来达成这个目的。比如说我告诉自己，我读完书就可以玩手机，因为对玩手机有期待，所以就会促使我完成读书这件事情。这简直就跟小的时候我妈说只要我考100分就带我去吃肯德基，或者老师说只要你表现好我就给你发一朵小红花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我周围也有些朋友是通过加入读书会这种组织来督促自己读书的。那这种情况就是作者所说的加入相关群体的办法。法则三，让行动简便易行。养成一个习惯的关键呢，其实是在于重复，重复的次数多了，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习惯了嘛。但如果一个习惯太复杂的话，那应该是万万没有办法重复的吧，因为省力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呢。比如我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一个读书的想法，但是我的书竟然需要我先走到书房，然后打开柜子，再把它拿出来，这么复杂的步骤才能获得，那我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去玩旁边唾手可得的手机了呢？再想一下，如果我想读书的时候眼前刚好有一本书，这个时候不拿起来读2页，感觉都对不起自己啊。这就是减小阻力，时刻把环境准备好的功劳。那这里呢，作者有提到一个2分钟法则，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做2分钟就结束，
当然这里两分钟呢并不是一个定死了的时间，你可以根据实际的场景去调整。比如说读书，那我每次就读一页就好了，原则呢就是要在你觉得这件事情吃力之前就停止它，这样就能避免把这个习惯跟一些负面的想法联系起来。另外呢，科技现在这么发达，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工具让我们要养成的习惯变得更容易。比如我可以下载一个在手机上的读书 APP， 这样的话手机不离手的，想读书的时候随时都有书可读嘛。哦，我当然知道手机上的干扰特别多，所以不如思考一下，让这个法则的反面来帮助我们屏蔽干扰呀。比如可以限制某个 APP 的使用时间，时间一到你就打不开了，或者干脆把这个 APP 卸载掉，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可以再重新安装回来。法则四，让奖励令人愉悦。来告诉我，为什么有些事情你愿意一做再做，每天吃三餐，因为吃饱了就不会饿呀，甚至还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。每天玩无数次的手机，因为社交媒体上那些新闻热点可以让我们有一种社会参与感嘛。那每天读书呢有啥好处？现在我当然可以告诉你，读书的好处太多了，让人心态更平和啊，行动更高效啊，各种各样的。但是刚刚开始读书的我是万万尝不到这种甜头的，这就是长期回报和及时奖励之间的落差。及时获得的满足、愉快、收获才让人更加想要重复这个行动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之前我有试过一个很不错的方法，就是在养成读书习惯的一开始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。比如我很喜欢推理小说，所以我一开始只读推理小说，因为推理小说的情节都是环环紧扣的嘛。那我今天没看完，明天因为我迫切的想知道结局，所以就会督促我明天继续看书。这种对结局的期待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及时的回馈。读书对我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知道这个结局。那作者呢也有提供一些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说现在很多小伙伴们都会做的习惯追踪，每天完成一个习惯呢就做一个标记。那大家看着自己的追踪记录都希望它是满满的嘛，不想留有空白，所以这也会督促我们每天把自己想要养成的习惯去完成。最后呢，作者也在这四个法则的基础上呢，从方法论升职到了价值观，分享了三个呢从优秀到卓越的方法。第一个呢就是顺应自己的基因优势，能让你的努力呢更加高效。第二个呢就是在感觉无聊、懈怠或者没有动力、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习惯。第三个呢就是不断的复盘回顾习惯，持续优化。那以我个人的经验呢，在我养成了读书这个习惯之后，我最大的收获呢当然就是感受到了心态啊、眼界啊、知识层面的提升。那同时呢有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因为读书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自动化的习惯了，所以当我遇到一些状态不太好的时候，比如说某天早上起太早真的特别困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心情不是很平静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别的事情，我还是可以保持高效的读书，这样就不会虚度时间。那对于目前这个可以自动化的读书习惯呢，我优化的方向就是在保证稳定的阅读输入的基础上呢，增加一些读书心得和思考的输出，这样呢可以帮助我把我读到的书内化，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资源库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哦，我是当当，我们一起成长吧。